是即将要换科了的倾斜，因为它的阴阳是最饱满的时候。你开起来了，它有两层壳，它一层下面硬壳，下面有一层软壳。这个时候它的膏是最肥美的，然后它的肉是最鲜甜的，然后膏会有一种奶香味。青蟹其实第一整年都有水蓝咖，那这个重壳蟹还是要看，要刚刚好它换壳阶段，看开始的时候就要把它吃掉了。再过一下子它的壳就会脱壳了，然后就会变大吧，它就没有肉。农历九月十月的时候是盛产的时候，比较多螃蟹，就比较好，比较便宜啊。八只158，我喜欢吃这样一只，对，又要60块。嗯，好，那你要怎么处理？蒸吗？要蒸多久呢？20分钟吧。你看很多膏啊，拍这边你看，黄黄的，没有边，这拍就是膏来的。捏成壳，这壳是软的，可以吃的。然后肉酱，沾点荆棘油，可是有点熟过头了。黄金传说，这个是它的味道，不能吃。爽。